主计处上新的调查显示，国内好药个产差6.17倍，虽然比去年差较少一点啊，可是在境的学者警告，高处计造成有一人集中伫都会区，经济能力较歹的族群，永远拢无机会进入都会区。处计的问题若是无彻底解决，好药个产只会愈差愈大。全球景气较平稳，国内生活率增加。经过统计处最新调查显示，所得上悬的20%人口，平均每户年收入有182.7万；上低收入的族群，平均每户年收入29.6万，贫富差距来到6.17倍。100年，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90.8万元，每户五等分位所得差距6.17倍。虽然政府推出强化税加节税税政策，希望赋税公平，但过最近学者认为，这拢是单一措施，欠缺整体考量，应该为赋税制度的根本解决。租税方面来讲，就是应该啊，资本利得方面还是要考虑啊。不过租税移转方面啊，来平衡这个财富的一个差距。学者也警告，赋税不公平，造成高处计有严重消费症，只有好人才会当住在都会区，经济相对弱势，才会当留在非都会区。唔然资源少，就业机会也无够。政府应该有通盘经济规划，定定公平租税制度，压制高处计，兼顾区域发展，才会当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恶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